尊敬的修士校长，诸位嘉宾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很高兴看到大家今天前来参加祭祖大典。记得去年七月我们第一次在这里举办祭祖大典，大家参加之后都很欢喜，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之间已经过了一年。今年是第二届的祭祖大典，我们希望每年都能在这里举办一场祭祖。祭祖的意义是缅怀祖德，知恩报恩，祖先跟我们息息相关，密不可分，有过去的祖先才有今天的我们，更何况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智慧与经验，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，这个恩德更是重大。世界各族的祖先和各宗教的圣贤都教导我们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，这四种普世教育对于人心的净化、社会的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。这四种普世教育之中，因果教育对于端正世道人心特别重要，然而这也是最受到忽视的教育。这是今天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所以今天我想谈谈因果教育，东西方文化对于因果法则都有阐述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以下只能对因果法则做浅显的介绍。以因果相应，因果的性质必然相同，善因所感的必然是善果，恶因所感的必然是恶果，不会错乱。中国最早的史书《尚书》说：“惠敌己，从逆凶为影响。”基督教正业活活本，祸患追赶恶人，义人必得善报。犹太教身兼正义，义人不遭灾害，恶人满受祸患。印度教摩诃婆罗多，没有谁行善反得恶果的。回教古兰经，行善者自受其益，作恶者自受其害。二，历史而说，从因到果必须经历一段时间，就像种子种下之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才会开花结果，不能马上得到果实。同样的道理，作恶或作善之后不会马上得到恶报或善报，必须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显示报应。很多人不信因果，就因为不了解这个原理。人们往往看到行善的人没得到善报，作恶的人没得到恶报，甚至于善人
反而得的恶报，恶人反而得的善报，于是就否定因果报应。其实这只是自己太短视，如果把时间范围拉长到数年和数十年，就会清清楚楚看到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所谓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知增来早与来迟。前面所说的行善之人得到恶报，其实是因为他从前所造的恶因先成熟，所以先得到恶报。作恶的人得到善报，是因为他从前所做的善因先成熟，所以先得到善报。只要假以时日，这些旧的报应消尽之后，新的报应就会现起，就能看到因果确实相应。上个世纪初，上海有一位富翁，乐善好施，做了很多善事，但是临终的时候很痛苦，死后的去处也很不好，人们看见就怀疑因果报应有差错。后来才发现，这个富翁先前在朝廷为官，曾经私吞朝廷赈济饥荒的官员，造成许多灾民无辜的饿死，这个恶业非常重大，不是他后来积德行善所能够减轻的。恶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了，所以先产生了恶报。三，业力不坏，因不会是坏，无论经过多久的，直到结果结成果报为止。造了善恶业之后，善恶因种子会一直留在心田，不会中途消亡。善恶因也不能互相抵消，一定到结成各自的善恶果报之后，这个业力才会消失。佛教《大宝积经》上说，假使经百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因此只要还在生死轮回当中，绝对逃不掉因果报应。所做的善恶像回力标枪一样，迟早会回到自己的头上。天主教圣咏其说，他的凶恶必反到自己头上，他的横暴必降落到自己的顶上。基督教正言，和合本，恶人必被自己的恶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。罗马书，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犹太教圣经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入其中，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。佛教法句简述，若以然物已，或语或行业，世则苦随彼，如轮随受阻。又说，若以清净矣，或语或行业，世则乐随彼，如影不离形。
印度教、般若幡、王世叔，人人都自视其行为之果，是变异而说，从因到果程度上会发生变化，善恶也不能互相抵消，但能够互相影响。后来做的善事会助长先前的善因，而抑制先前的恶因，反之也然。因此种了恶因之后，如果继续造恶，这个恶因将来所结的恶果会大大的加重。相反的，如果造恶之后努力行善积德，将来的恶果就会大幅度的减轻。反过来说，种了善因之后，如果继续修善，善果就增强；如果造恶，善果就减弱。正因为善恶因之间互相影响，所以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正如道教《太上感应篇》所说：“其有曾行恶事，后自悔改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久久庇护吉庆，所谓转祸为福也。”《了凡四训》是公元1600年左右，袁了凡先生写的家训，详细描述自己改造命运的原理与过程，非常引人入胜。他命里本来没有功名，也没有子嗣，经由努力改过修善，最终考上功名，也有了子嗣，甚至寿命也从53岁延长到74岁。大约同时期，有另外一位先生叫于金义，他很有才华，表面上奉行种种善事，但是口德不好，尤其是邪思邪念很严重。后来他的运势越来越差，不仅考不取功名，而且四儿三女都夭折，所剩唯一的一个儿子走失了。妻子因痛苦而失明，仅有一个女儿，精神失常，家境也无以为继。后感得造神，直出去过世，全在于义恶太重，行善不是出于真心。于是他痛改前非，真心修善，3年之间命运大大转变，考取功名，召回儿子，妻子严经复明，全家人安享富寿康宁的生活。于是有一位同乡记录这个事情，写成于金义公欲造成记，传世以警示后人。这个故事也正符合太上感应篇所说的吉人于善，事善行善，一日有三善，3年天必降之福。凶人与恶，事恶行恶，一日有三恶，3年天必降之祸。五，因小果，因小果大，小小的因可以结成很大的果。这就好像一颗小小的西瓜种子埋在土里，将来长成很多
大西瓜一样。上述是做善降之百相，做不善降之百样。古兰经，行一件善事的人降得十倍的报酬，做一件恶事的人只受同样的惩罚。佛教中甚至有所谓舍一得万宝的说法，都是因小果大的例证。为什么会有因小果大的现象？因为造业处要靠意念，而意念产生非常快速。佛教菩萨出台经中说，举手弹指之间32亿百千年，念念成形，行界有时。正因为心念的速度如此之快，短时间内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业因，将来这些业因都要结成果报，所以果报就加重很多，收报的时间也会增长很多。因小果大的另一种体现，就是因会照感花报、果报或余报三种。所做的善恶如果比较重，当生就会显示果报，称为现世报或者是花报。花报还不是最重要，真正强而有力的是果报，通常在来世。除此以外，长远的未来还有余报，就像余波荡漾一样，而且祸福还会遗留给子孙。如易经所说的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那么这就是属于余报。正因为因小果大，所以菩萨非因，凡夫为果。菩萨是明白人，知道造恶因之后，未来的果报非常可怕，所以会非常谨慎，不敢造恶因。至于恶报，那些自己过去所造恶业产生的，受过之后就报掉了，并不真正可怕。所以菩萨能安心受报，不会因此而生起烦恼。凡夫则是迷惑颠倒，只知道恶报很可怕，努力想避免恶报，却不知停止造恶因，才能真正避免恶报。当他受到恶报时，内心生起烦恼，继续造恶业，所以以后他的下场就非常可怕，苦无了时。这就是佛菩萨所说的可怜悯者。以上是粗举因果法则的概要，提供大家参考。人如果真明白了因果法则，就不敢造恶，而会积极的行善。所以中国清朝初年的名士周安世先生说，人人行因果，大智之道也，人人不信因果，大乱之道也。希望通过学习与弘扬古圣先贤传下来的因果教育，能够促使人心净化，社会和谐，进而达到世界和平。这是缅怀祖德、知恩报恩的最佳体现，也是我们举办祭祖活动的最重最大的收获。愿与大家
共勉。最后祝福大家身心安康，六时吉祥，法喜充满，光寿无量，谢谢大家。